些老师已经快要不是老师。你可不可以叫一些比较正向的东西，不要整天什么小三运钞车。我已经双手投降。好可爱哦，怎么这么可爱，好可爱哦。他没有好好表演完。你有想过你下一份工作那个 range 在哪？我觉得其实不用看那个 range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Juicy 的感觉，好细，好细，一口吞蛤蜊，130块，青菜炒炒山猪肉，还有人还可以边吃边拍耶，你知道你家吃很慢，你就死定，这很烫哦，那你可以一口吞吗？一口吞吗？嗯。Everybody， 台东车站的附近的街道。非常的荒凉，啥都没。比想象中，你们不会讲中文啊？我觉得我不会讲中文了，我不会讲话了。附近真的没有什么东西。来，这是山。他戴牙套还可以教小朋友哦。对啊，有点强哎。你戴牙套还可以教小朋友正音。赞岳老师，岳老师已经快要不是老师，岳老师已经快不行，岳老师已经不行了。我已经双手投降。一个没有什么东西的感觉，清幽。你看，觉得更直接一点，荒凉的感觉。OK， 我们老师都走一个直接的感觉。大家欢迎我们。我们岳老师超凶的，观众不要惹岳老师，你会被他叫去罚站。没有，我会直接把他书包丢出去。对，你认真吗？没，我只是口头威胁。不是，老师，那同学。对，你唱爱的录音。好，耶耶，廖宝想你哦，还有志宝。要奔跑，我要向前。可爱的是，他耳朵好长哦，哎，他可以随意啊，好可爱哟、哦、，Hello， Hello， 好可爱哟、哦，哎，他不能进去吗？哎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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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好可爱哟、哦，是哦，原来，嗨 ，High five， 好 ，High five， 好，不会，什么 High five 啊？不要激动。苗条的科技，好长条，它真的很长，它比那个科技感觉都还要长，真的有比较长。嗨嗨，好可爱哦！怎么这么可爱？好可爱哟、哦！它叫什么名字啊？它叫 Vivi。Vivi， 好可爱哟、哦、，Vivi。没有看镜头，好可爱哟、哦、，Vivi。哎，喵喵喵喵啊！好。垃圾分类在这里，然后那个厕所啊里面也可以洗澡。好。嗯，然后厨房的部分是那个冰箱在这里，然后洗手槽就是有用过杯子再帮我拿过来洗洗这样感觉。好。哎 ，Vivi 好可爱哟、哦！你卖萌啊？卖萌？这个门超好看的。谢谢。他拍 Vlog。是你画的吗？不是，我没有画。哦。
欸，你是 有在做频道？有，但是很小很小，就是生活记录。上次有个小帮手也有在。真的，哦，我是那个不认真上片。基本上你要使用的自己投币就好。好哦，好，视野很赞。都兰国中，好可爱哦，一人一边哎。哪里啊？好可爱的狗狗。惬意的瓦斯狗狗 ，Go！ 新东糖厂文化园区，不是最久的，还有人比我们更 chill， 他好像来蛮久。往下一站牛排店，往下一站牛排店，来读完吃牛排的行程，够了，够。蛮难的耶，觉得有点难。我觉得你们两个都蛮难的。说话啊。那你有想？下一份工作，那个 range 在哪？还是你想要接洽？我觉得其实不用看那个 range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你不想工作。不是，你再猜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我不是你？你猜一下嘛，你猜一下为什么啊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赢了。你本来是想怎么引诱我？你远见呢？哦。了解。那你呢？你的方向是什么？你的方向是什么？我没有方向。可是我觉得你其实真的很有责任感。所以，然后你又很漂亮。可是我觉得你真的太美了。神经病。神经病。你也会看哦。我看了，看了什么收入啊？你传的那个啊？Vivi 今天要跟我们睡呀、啊？没有，他是跟我们没有。今天要跟你们睡呀、啊？我要去睡四人房啊！今天有冷气，好开心啊！你不要帮他配音，好不舒服。他小男生今天有冷气，好开心哦！他应该不是这样子吧？太开心了啦！两个美女收留我。那你看他的一个条状，条状长得很像大便。嗨，妮妮。嗨。那我要先去洗澡。嗨。那我要去哪里刷牙？方便。请问我们岳老师在跟妮妮做瑜伽吗？岳老师看起来很 chill 哦。哎，你好意思？他头直接撇过去。蓝的第二天，你看后面就有山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萝卜还有萝卜高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等早餐，这家叫做 Smile， 谢谢，是 YouTuber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 very much， No， you welcome， That way many， 嗨，拜拜。跟鸡蛋一起做，跟鸡蛋一起做。回到我们可爱的金鲤鱼，觉得蛮好吃的。我也觉得我蛮好吃的，可能因为它烧肉也不错。喂喂，啊！
你很可爱耶。没有啦，没有要给你吃啦。小在那边，我们录到的都是不重要的，然后重要的都没录到。对啊。喂喂，啊，来来来，这个借位给你吃。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临时起意要去剪头发，然后我们现在决定去找我们在地都兰小慧姐剪头发。你确定哪家店叫小慧？我们问居民说，那个请问都兰剪要怎么走？那家店的店名，他就说啊，你们是要找小慧姐有？我想说，我已经不知道小慧姐是谁，谁是小慧呀？我快乐死了耶！小慧姐，我们来了。小慧姐，你怎么不在？下次再来。我们都兰姐今天要休息，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其实都是住家。你看这个窗花超好看，它是山耶，还有花。OK， 我是我们新企划的都兰寻找真爱主持人，我是易山刚。寻找真爱的两位主人公是我们的彭宝龙，第二位就是我们的防晒月宝月老师。那我们的防晒月老师对于我们的寻找真爱企划真爱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可以打出来，别搞。究竟我们今天两位主人公会不会找到他们的真爱尹都兰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喂喂，可爱。今天是16号，14年，哈哈哈哈。我帮你对焦一下，喂喂，看到你眼前。好想趴下来了。你还会伸懒腰。还会伸懒腰。好可爱哦。我们在这里等我们去东河的公车。我们防晒绝对要向月老师看齐。是吗？纸张是蓝吗？蓝吗？是吗？啊，是吗？他跟你不像是游览车啊，缆车。专业，对呀，对。哇，还有这个满满的这个花。放的没有。很像猫咪，我看，好可爱啊！我给你100分。有脸，然后又是鸟的嘴巴，又是冲浪板，是那个榴莲吗？对，这很简单，海沙子、冲浪板、猫、柴犬跟飞鼠骨头，飞鼠。百变枪山鱼，万能经纪人，超级速成，厉害。爱用的唇釉，爱上的这个超好用的，这个颜色我很爱。搭公车，公公，因为我们遇到那个小车的车站应该会超明显。给大家看一下东河的公车站牌。月老师，您看起来好专业。我们现在在都立，然后后面的雨伞交易很成功。月老师带了雨伞，彭宝撑。我们现在要去传统部落海域 ，Sophia Day， 什么苏菲亚散哦。好啦，要撑的啦！天哪，这样看超好看的，绿油油。这又可以拍 Run Away 了。好，我帮你拍。这样我可以看。然后从后面一点亮啊。你就从。对的对的，然后那然后再跑一个，对。好的。好。快点来。快点。快点。叫主人，他们的头好好笑，成功赶走我们了，目的达成，和声鸭拜拜。今天浪有点大，中秋节的浪。这个 Sophia Day， 吉菲亚扇 ，Go Go， 好壮观哦！
他刚刚有吹他飘太远了吧？到你鞋子里啊？对啊，直接浸泡啊！他的裙子好不好？对啊，就是吹他鞋子直接浸湿啦，超扯了。那个超猛的。但是嘛，这样子是蛮清纯的了。他刚刚那浪真的是超大，他直接翻上这个，他沙明明就有个很高桥的地方。我想说，我逃到这里来应该就没事了，结果他直接淹到这里，对，超级狼狈。生日还想穿这条，今天要洗，超级好笑。而且你看他那个沙，他其实是有一个断崖处的，他竟然冲破他。他可能现在要涨潮了吧？ Okay.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呢，我干脆就直接去泡泡脚了。好，哥哥，虽然我们裙子就是给他，因为我这样子绑得够上面吗？在上面就要曝光了，这应该可以吧？哦，蛮凉的哎，真的凉啊！奇怪，就只能走那一下到这么高，我直接拍 run away， 还在海边摆 run away。对啊，要海边摆。好。另外一位在这里，在哪里？太亮了，反光看不到，在这里。各位，我们的都立，台东都立。各位，你们看，这边山的光晕从这边中间直接这样子折射出来，超美的，都立。各位来看一下我有多狼狈，手拎着我的沙子、海水浸透的鞋子跟袜子，然后我直接在小七买了一双拖鞋。刚刚辛苦的洗衣服、洗鞋子，刚刚在海边跳舞，好累哦，好饿。都来小七，生意超好的。这边卤肉饭还有荷包蛋，耶！中秋节的夜晚，年月结尾，耶！耶耶！蛮圆的耶。跟我一起赏月的女子们，中秋节又大又圆的月亮。我从来没看到在那么累。我们这边也有七星潭的石头，还有微微、微微、微微，吃完零食好开心，可爱呀，可爱。他还在喘，太累了。口水都滴下来了，呀，甜甜甜！你看那猴子看着你很好笑，你看一下你的猴子，你左边的，他还在看着你，超好笑的。干嘛？你要跟我一起看书啊？没有，他不在看书，他在看你，他一直看着你。你这样上狗，ごめんなさい。他会绕圈圈，绕圈圈 ，turn。Turn, 哇，好厉害哦！真的，跑圈的吗？他会绕圈圈，你不要来看。是什么指令？绕圈圈，就是有吃的。你看绕圈，看看，走，他超聪明的，你看你看，握手，你看，超可爱的，嗨嗨，嗨嗨，他超听话，他会不会太听话？然后他要飙下，他要飙，啊，哎，等下。好可爱，他变了。他没有好好表演完。哇！对呀。啊！那他假摔。他是假摔。哇！他以为你还要吃的。趴下。没了啦。好可爱呀！真的趴下耶。好啦，那。坚强海滩 Go！ 我们还带了我们的那个海滩垫。今天有点阴阴的。所以蛮适合走在路上的，给大家看一下都兰附近的这个生机。
机能蛮好的，很多小摊摊贩，还有邮局。Oh my god！ 左手边还有这个农会超市，赞。来，大家这边还有我们哆啦 A 梦，还有米奇。我刚想讲英文中文，阿凡达青蛙汤。看，开始了吗？我来装个位啊！有人要拉我一把吗？没有。来，左边排队，有跑道。离开海滩了，然后在这个一上来大马路这边有一家很可爱的披萨，很可爱温馨呢，而且很方便。他刚刚让我们在这边冲脚胶，看起来是一个喜欢冲浪的一家人。经典款的玛格丽特 ，Hello， 还有店家推荐的辣酱油，哇哦，青酱蘑菇，你当美食 YouTuber， 对啊，我想拍一下，但吃太少了，可爱的攻击标语，来各位，我们 No WiFi， Please talk， Please talk to each other， 嘴巴打结，嘴巴打结得死 ，Go go go go。还有什么？只要你在婚内出轨，他只要提出离婚，就可以得到他一半的财产。现在的小学生是怎么韩剧八点档看太多？还有什么？那个例句是写说，不仅无法享受乐趣，也丧失继续前进的斗志。然后那个小孩道说，不仅可以享受出轨的乐趣，也可以养养小三。哇，请问你的学生是很早熟吗？因为他在写日记还跟我说，我好像进 ICU 病房躺着。然后有一次老师他好像没有看到我还是怎样的，反正他就带去给老师改了。然后他们老师就回他说，你可不可以教一些比较正向的东西，不要整天什么小三运钞车。